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我是小曼。今天过来到丈母娘家吃个饭。吃饺子，说包肉饺子。你说呀。我来吃一点。哈哈哈。走，你进。你干过？啊？你干来？我干过。哦。再来的。我再把吃串啥的弄来。你再弄啥？你再我啥？把吃串给咱。包饺子。包饺子。我再用锅儿面。还给拿两个这补贴儿。哦，没事，快好了。啊。哟，你看一共多长时间？那巧应该是。一个多月。我得经常。三个月。三个月，我家那个数字跟你一样。啊。我。那我姑娘。哎，咱们这个没测风扇吗？没有。这还测呢？今天测了。必须也不测了，哪儿都测了。必须也不测，我也要测。咱是参班的。你这也参班？我这不属于参访。哥，我还没说的挂电话嘞，你把声音弄小点。我还没把声音就说了三遍，面有点拧嘞。韭菜大肉嘞。嗯。该吃小饺子还是大饺子？这个饺子挺快的，做了都没有了。我把饺子包好。面一拧，包就容易烂。哦。那我也不干了，就这。房间干厚点了。嗯。看咱能唱的，这哥哥俺娃也有，好事的啊。俺们几个就叫我这个。咱们咋喊的？是原来不行，结果一疼，那个人也好像也是卖那个啥。最近咋喊的？也是卖水果的。那一个趁咱能唱一首卖啥？昨天5块钱一袋子。查看你的。火龙果的。查看你的。嗯，卖的。你让我赶紧下午叫人去。这个咋也难呢？就是卖菜卖水果的地方。能上我饭店多弄呢。少不努力，小勇这个么站。那我给你弄去。你就不闹了，你闹了。啊。那学期本身我四千买的苹果，苹果的新苹果10块钱三斤，干。哦。想着那天呢，催呢。我爸爸昨天还是昨天刚走的，昨天应该不是上次去那个。小黑屋隔离了。隔离七天大礼拜，你看寒暑假还有工资。哦。嗯，要不幼儿园挺好，大能。俺俺吃的是肉饺子，稍微放了一点辣子。嗯，一口就吃完了。我这才叫津津有味，我一口一个。好不好的就不差，俺这肉饺，俺这个肉饺，我吃韭菜鸡蛋，好吃。不够，我这些水，我这水不够。你这水不够。小佳不爱吃肉，每次吃饺子都吃素的。我会给孩儿补个句子的造句。小孩儿吗？不是孩儿，小孩儿的孩儿。哎，小孩儿，哎，小孩儿。嗯。你不是昨天。卷香面，卷香面，卷香面好，卷香面好，
搁网上买的啥的？网上你搜的。反正就买四百二十三。多少钱？五十斤。我就问问。真是。干面饭吃还是让你？啊。想什么？嗯。我之前是在超市工作的，理货员，然后去年生了一场大病，做了两次手术。但他还说他又想出去工作，找了一个保育员的工作。但是我另外两个姑姑还有家人都劝他不要去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我姑今天过来也是看我奶奶，她包饺子。她之前没生病的时候包饺子就一个人连包带长，特别快，一秒包一个饺子，一秒包一个饺子。她之前学过那个厨师嘛，年轻的时候在南京学的，就之前是特别勤快、爱干净、干活利索的一个人。现在也一样呀。闲不住。不要四十秒。但是还是要好好养身体。就是四十秒，不要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感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